我们这边的老人家，蛮会唱那个古谣啊。现在老人家剩下没有几个，老人家一走了就没有传承的话，太可惜了。我所知道的那个歌都是听他们的，我们在去那里工作啊，去山上，他一直唱嘛，一直在唱，就我们一起，我还小啊，他就我一直在听，一直听，一直听啊，哎，就我所听的话就一直就记在心的那个脑海里，在心里，所以有一点点的知道这个古谣啊，以前都是。做农的嘛，做工作嘛，然后一边是在这个山，一边是在这个山，然后对唱。他说：“阿巴哥吉多罗拉，达玛索巴拉。”他这样唱的时候真的会掉眼泪啊，为什么呢？当他们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休息的那个时间呢，然后在那边休息，然后就开始唱说大家辛苦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休息一下，就唱，然后就唱对唱，这样你唱我唱，你唱我唱，这样，所以那个画面真的是太好了。四的年代里面，古谣其实是我们文化的，应该讲说是我们文化的依归啊。那音乐也是我们的母语，应该想说古谣是我们音乐的母语，对，然后也是我们的生活的记录，然后也是口传的文化。那这些古谣也承载就是我们。原住民部落的迁移的历史以及生活的记忆，所以古谣在部落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深爱的妹妹，爱到那个呢，爱死磕死二十，我深爱的妹妹，然后呢，阿基里，五百系列就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爱到二，就是爱。那是怎么讲？就是形容嘛，形容就爱的很深很深的。我们鲁槐族很都那个很深奥的意思，对啊，就很难很难去想。现在我们唱这个歌，都是那个很普通的话啊。后来唱的翻的人的声音，的歌词都是很多然后那个普通了，那个歌词都不一样。就这次我的采集的那个看见，就是你要录制一个就是完全跟过去一样的那个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分蛮困难的。虽然音乐它呈现出来的音乐从头到尾是可以，但是它没有办法就是很清楚。甚至歌词也是一样吼，就是可能也因为就是年代久远，然后一些他也年纪也大，还有一些老人家年纪也大，有一些古词啊什么的他会忘记，然后甚至那些古文他也
他就会用现代的那个意思去呈现，然后他就我们就很难录到那种原来就是原来的风貌的那音乐呈现出来。随着这个老人家的凋零啊，我就一直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赶快采取行动啊，因为古窑它就是部落珍贵的文化资产，现在已经不是只有比较消极的一种保护，我觉得更需要的是一种抢救，用抢救的态度哈来面对古窑消失的问题。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计划里面啊，也刚好能够得到林务局的支持，然后又有邵尼亚老师的团队愿意帮忙哈，这是有一定的专业的哈，那所以开始展开古窑的调查计划。那至少我们要先调查，先建制，先保存，好把部落里面会唱古谣的每一个人，他记忆中还存在的古谣，他曾经唱过，他会唱的，全部都先把它收集起来。那光是收集还是不够，我们更希望说部落内部的人也看到古谣的价值，跟更多人体会到这个古谣的重要性。非常惊讶的就是我们青叶，其实青叶有个部落颂，部落颂大家知道吗？可能我们青叶部落可能都没有人听过，还可能耆老。那我们这次我们的赖斯兰达哥他有唱这首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次在采集的时候收获就是蛮大的，就是可以采集到，这样可以帮我们的部落可以做一些的就是记录，然后就是希望就是跟我们的年轻人啊可以把这样的歌可以学习起来。它里面写的歌是非常非常的美，就是在写就是青叶，它形容这个青叶吼。哎呀哦哎，持续的被传递下去。啊，这。
这一卷，对，然后呢，这个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所以你拿到就是拿到三张的，就是都这些歌谣都还给你了。这是采集我们最我觉得就是很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我们把收录的这些音乐、这些影像、歌谣，我们都还给这些部落的人。 以我们在过去去采集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少会就是会回馈给部落的人哈，我们就是采集了就人就走了，然后讲说啊，我因为我有已经有馈赠一些就是那个费用啊什么的，可能就是后续可能就不会不需要再，其实他们真正的需要的不是那个金钱的这些部分啊，对，只要把你。 我们这些采集样的东西，就是怎么如何让，我们的族人可以运用，可以就是活用，就是可以落实在就是这个部落里面的文化，我们的教育里面这样子，对。部落本身的这个参与跟展现那个对古窑保护的那个主体力量一定要出来，那这样子。互相内外哈里外互相的搭配起来，我相信古窑的保护跟传承会比较能够看到效果哈，也希望说哈我们借由古窑的发表会啊哈，可以让各界看到，一起来关心，因为这个古窑的保护也不是只有部落自己的问题，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资产。那更重要是我们要支持，要鼓励部落在自己的部落好好的去。 传承古谣，去唱古谣，时时的感受到古谣就在我们的山谷中回荡。古谣好不好听？真正的会唱的就是那个甘麦尔孙奇，村长老村长，现在就没有办法唱了，所以太可惜。如果能够他还会唱的时候。
唱我们的报账工，他用生命来在唱我们的古谣。我们再次的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齐老师。